再拍，你自己一个人再拍一下，自己一个人再拍一下。好，有麦克风的准备递上来。好 ，OK。做个简短的访问。哎，有个人来帮我拿麦克风。好，谢谢。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圣诞女郎哦，圣诞女郎，不好意思，要再次出动你一下哈。来来来来，请来请来请来，给记者大哥补个画面好不好？好，抱，你要抱他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经纪人指示啊，好。加油，黄金轮，好不好？黄金轮，怎样？你有穿安全裤吗？你有穿安全裤吗？要死了，可以抱吗？可以抱，确定？确定？好好，来来来来，黄金轮，谁抱不动的话，你就好不好？就做个样子就好了。新娘抱，看镜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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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要补这个画面是不是？好，来来来，哇，今天可用的素材太多了吧？好，来来来，黄靖的表情真的好机车哦，真的好可爱，好不好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可以了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来来来，好，来麦克风递上来，好，这个所有的粉丝朋友先稍微等待一下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签书会了，来，来，我是三万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黄靖伦要稍微休息一下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最后这个在签书之前，说一下现在的心情一下，好不好？现在的心情吗？对对对，当然是非常
开心又愉悦的，因为是开心又愉悦，好斯文的因为毕竟先是文绉绉了一点嘛，今天穿着因为是作家，对，那第一次出书，对，那也很开心尝试到又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领域。那更开心的是可以介绍到里面的美食，因为真正好吃的东西我想要大家都要吃得到这样子，因为有真的是隐藏到很隐藏的，对对对，介绍的很细节。所以说下次我三点钟半夜三点钟下节目，我可以约你出，我可以就出来吃东西，可以找我啊，真的就有很多很多地方有好吃的，不过就是不要在那个我录影的时候没有办法好好吃啊，慢慢减肥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桌子准备搬过来了，好，再次给黄靖伦一个掌声鼓励。好，这个要介绍好吃的东西，但是也不要忘记要跟这个粉丝朋友多多的这个交流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接下来就要开始进行今天这个签书的部分了，请大家把手上这本实话实说的这个新书呢打开来，好不好？黄靖伦会帮你签名，刚是不是有号码牌，对不对？今天在现场在法雅克这个摊子买的话呢，还有附赠海报。好，那那个手上有号码牌吗？手上号码牌，好，这个我们先准备，请一号到十号的朋友，好不好？现在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一号到十号的朋友，可以了吗？来来来。